台北市大理女子国中的60名一年级女学生，是利用他们上童子军课程的时间，从上午9点起，在双园区的主要地区展开你丢我捡的服务工作。他们携带扫把和垃圾桶，身上带着你丢我捡的布条，在龙山寺、万华车站等地方捡取果皮纸屑，希望市民能够注意重视公共卫生。